是否能流通佛像啊？包括买卖、出售佛像啊，是不是出佛身学啊？这个的确是需要讲清楚啊。流通佛像啊，买卖佛像可以啊，这是属于流通啊，没有过失。出售佛像不是出佛身学，出佛身学是什么？是把这个佛像破坏啊，而且呢是恶意破坏，这个等于出佛身学。如果无意的，那是有过没有罪啊，不小心把佛像呢，或者是碰到地上啊摔坏了啊，这个不是有意的。这是过不是罪啊，如果是恶意的讨厌他啊，嗔恨他，故意把他毁坏，这个罪是等于触佛身学啊。买卖没有这个不包括在这里面啊。